再侧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你别再，你别，你别，你别，你站好！为什么不让我投？非法集资项目，你当然不能投。求求了，看住家里老人，别让他们乱投项目，辨别非法集资项目，切勿乱投。让我来。哦，哎，他怎么这么能手啊？都是非法集资的项目，当然要守好钱袋子了。严防非法集资，守好钱袋子。心率太高，危险！血压也太高，危险！嗯，年化率80%，收益这么高，危险中的危险呐、啊！喂喂，醒醒啊！喂，警惕非法集资，收益有多高，风险就有多高。